这 B 站应该还是让看的啊。我你再往前走走没关系。小仓的那个军刀，我原来交多少把？200多把吧，那会儿。我们后来派出所让我给交了，没交啊。就是咱们说那陈凯歌那电影里边不有一个尼古斯凡那一段吗？北曲叫什么僧家记，他给合到一块儿的叫什么呀？这叫孽海记。就说这尼姑和这个僧人俩人不守戒律，下山结婚生子过日子这么一个故事。你好。你好，想请您看一下。嘿，哇，满宫的一个炉，炉是民国的啊，哎，这不是什么民国的，给我先跟你说一下，这炉是新的啊。你翻那块儿都下，我跟你讲为什么是新的。你把这个炉啊，给它拿正了，把底翻过来，把底翻过，底部给翻过来。哎，对对对，手机推前面去，这块儿落反了，看见了吧？这底下这个腿儿正对着大明宣德年制这六个字儿，那是正的，他把这款儿给落反了啊。所以这东西眼假，其他地方就不看了，这就是一个鉴定的一个点啊。哦，那谢谢啊。哎，不客气，就是一个哈。啊，您能帮我看看这个钱币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啊。啊，我看着就很新，像假的。哎，不是很新，你这太绿了，这个这当然是假的了。这那这钱因为什么我花过，咱就不瞎说了，是吧？这种印刷体它不是那个纸，那个钞票的，这就用纸啊。嗯，好的好的，您再看看这个能值几百块钱吗？这民俗的东西，还150-200还是有的。嗯，好的好的。嗯，谢谢岳老师啊，没其他问题啊。哎，不客气，手艺轻人，你这么着，你跟我搁远点，这不是高浮雕吃龙的吗？这个。嗯。啊，然后轻料的，看一眼孔的。哎，行，你玩的挺好，新的这是。嗯。这怎么鉴定什么呀？这个鉴定什么？就一块看一下吧，因为我觉得这个玉质是挺好的。这种的不用盘，你直接随身带也行，带着带着那个包浆就出来了，对对对，光气也就亮了啊。你盘反而倒盘不出什么来，这个。就和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好，谢谢老师哈。哎，什么？辽代的一个那个瓜轮珠那是啊。是辽代的，是辽代的，然后管钻对打，拿你自己看那个玻璃光啊，那种光线的情况下，没千年它也出不来。那旁边这个小珠子都是什么？这琉璃，这个咱说的玻璃珠，这也是翡翠吗？美的，我看是琉璃啊，这边。那这个呢？这样也是琉璃啊。都磨砂岗了，这不是水晶啊。哦，行，麻烦您了。啊，人主要它衬托着这个珠子，它也不是底下这些配饰。喂，你好，想麻烦你看一下，帮我看一下这个银元是什么情况。你这买的不贵也行，钢模压制的这个，而且它不是银子啊。声音小，我听不见。你听得见吗？是不是看不清？看得清啊，江南甲醇的嘛，钢模压的这是。哦，钢模压制的哈。对，钢模压制的，整个比那个真正的那个银币小一圈儿，这个。哦，那行，那我这再看一下，那我这几个可能都买的不对。这也一样啊，这都小一号，这个这库平7200，过去是一个准确的纪年，它不可能缺斤短两在这上面啊，那这叫杀头的。你直接说话让人家。哦，那好，那还有一个。这宣三也不对，这个啊，这叫宣统三年，然后天津造币厂的伪出云，这是啊，这个也不对。那也是有也不对哈。嗯。拿证，哎呀，对，拿证，方向拿证，我有你。我问你干嘛来了？哎，这也不对，这个啊。都不对哈，是你给我下去。那这个大头都不用看了。嗯，这也是新的。这天津的挑娃啊，然后天津造币厂1926年产的这个啊，这也是新的。哦，
是不是？哦，好好，那谢谢你啊。你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哎，你好，不好意思啊，打扰一下，就是这是我爷爷去世前留下来的东西，我就想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哎，真的肯定是没问题，但是清前儿也就是，北宗、满汉宗还是、啊、就康熙是吧？钱币都没问题。啊、对，这版别你得自己一个一个挑了。嗯，行，谢谢老师，我就看看是不是真的而已。真的是真的，就给他留起来。没问题，你道光的什么，你自己挑出一套五帝吧。我看你里边康熙的、乾隆的、道光的、雍正的都有。啊啊，差一个嘉庆。以前在乡下用的，对，就是里面什么康熙、顺治什么的这些都有。对，然后你这么着，你拿那个卡尺量一下，量一下超过这个15的算大样。现在、超过17吧，等于说咱别给他卡那么死。一般大样就是1000块钱。对，我小一点。小的不行，你得乾隆啊什么的大一点的啊，大一点的是吧？对，就是17的才比较好。对，你看顺治现在就是通货价格涨真实了。嗯，湖州镜，宋代的，谁动的这是？嗯，这个锈是之后上的还是本来就这样的？那锈是什么？让人给擦的这锈啊？后上的？不是后上的，他给去了，给剃下去了。剃下去就是。本来都是绿的，后来漆成这样了。对呀、啊，就这点锈，之前还给全给清了，你这不手欠吗？这不是。我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中立宋代的湖州镜没有问题啊。哎，还有它后面这个，就是镜子这有一个这个，就是这种银色的这个，带点银色的这种银色的这个泥一样，这个是它的。这就是水银骨，它是铅和这个青铜的合金、哦，就是紫铜的合金，你知道吧？宋镜子是银，不对，这个啊，不抱歉啊，是那个锡和紫铜的合金，铅跟紫铜的合金就是黑漆。哦，对了，还有，这个，还战国的这是，嗯，这个东西应该没问题吧？问题不大啊，这不是那个移植锈，然后这个就有点薄。嗯，对，我买的这个骨子不太行。什么梁翼金还是什么？这是人名文。还有一个崇宁，崇宁的也不看板了啊！这样崇宁折十，这是啊，这种的基本上就100到300之间，现在是还是没有说上来特高的价格。对，嗯，我这还有点问题，有个小口，那边看我这边看不到啊，这秦半两，秦半，这缺一块怎么着、这个？缺一块，这是图便宜来的。哎，这人家标本件的，那就是，但是状态挺好。嗯嗯，对，这挺好看。还有这个不知道是哪，就是当赠品来的，不知道是。那翻过来看一下，这还是半个的，应该什么上一配饰？这个有点这个葫芦那个形状。哦，好的。应该是衣服上的啊。啊，对。还有这俩正和，看一下，尤其是这个，总感觉这个。正和你送钱也都得玩板，但是我不知道送钱的板，我只能跟您说状态不错。然后这个钱币，这个新老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用反紫，那就行，新老没问题。嗯，你看这个也是，这是琉璃的，哎，不，这松石的，这是。这啥年份的？这小年份，自己看从停钻孔这个，而这还不是松石啊，抱歉，是天河石的，这是。嗯，还有两个这个毛主席像，这个啊，这不行，这个一个残了，那个也残了，其实是那个镀金下来了。这种品相没什么价值的，这个啊。这个赠品来的，就是厚道的嘛，就是。哎，这你主机像，你至少得个大，你太小了，这不行，那没有观赏性。要么是九大的，要么就是66年那个，这啥呀、啊？这是，这我这边看不太清楚。这个还有什么上东西？小摆件儿，这个还西洋人物的。对，西洋人物不知道是哪上。应该是广做的东西这种的。啊，最后一个这个箭头，您看一下。这是汉代的，嗯，这也是标本了，这还是范铸的这个。范铸啊。对，发
半路惊错的，这是。好的，那就这些，谢谢了。还有一个，你看看这个，这个是个货权。全货是吧？对货，对对对，就是。哎，全货往满的这个，这怎么这样的？这个合辈了。嗯，这个饼子就是。这桶子应该没开出来，中间底弯给压了，这是。反正是有点问题，这个也是。嗯，那这也没问题，这个就是你摸的有问题了。你要不你这稍微离远一点，我都看一下一法一片，这是。啊，我这个狮子到到能倒带吗？腿骨的，你倒带不倒带，这没法说，你知道吧？因为这个跟那个不就是一样，不清晰。不，你听我说啊。从骨子上来，他跟我说的是脑壳。哎，是脑壳腿骨啊？你这么着，你摆着横切面，你给它摆过来。啊，这头骨的，这是头发改的，这是后脑比较厚的那一块。哦，你前面那块薄薄，这眉心这块是最薄的，你知道吧？这是那种中髓的那，哎，哪去了啊？哦，啊，这头骨的一个狮子头的一个法医片，这是。这个有价值吗？你这个你要是信仰就有价值，那你要是作为这个什么收藏，那你说这有什么价值？这因人而异，你知道吧？有的人还讨厌这玩意儿呢。啊，还有个东西，这个能攻吗？这个文玩我不玩，怎么这么糊啊？啊，文玩我不玩，这是过去那个藏人戴在身上的那个，就算是什么，算是这个坛城，它是做成坛城的一个形式，因为它不是游牧嘛，就摆什么这个蜜蜡呀。和这个什么这个，比如说一些这海鲜的这些东西都挂在身上，因为他随处要搬家，所以他们身上的这些配饰你看着就比较这个繁复的这块的。这是个新的啊。哦，这个有点，知道的，这个有点糊，因为我是从果子那边弄的，他跟我说这个是、不是玩改的？他肯定是头啊，这个。嗯嗯，你是不是玩改已经无所谓了，哎、是吧？你就那碗无非就是半拉、你这就是一块儿。嗯，行，你还有一颗，稍等一下，不好意思。那个是过去的，他那个藏人唱那种的，就是仪轨大戏的时候，你看穿那乱七八糟那些衣服上面的。嗯，好，这还有一颗天珠，我操，怎么这么糊？这看不清楚，太看不清楚了，这个。苹果手机，我操，这。这不是天珠啊，这个。就是 GT 的天珠吗？是这腿的，它里边是藏药，就那个黑了吧唧那地方。哦，这些大概，就是说我自己收藏留着玩的话，大概能有什么价值吗？就是值多少？大概估一下能行吗？这个我跟你说啊，还是那句话，因人而异。你要如果在北京，就光你这一个法医片，那就10000多。啊、十里河那边明买标价，知道吧？哦，行。那你要是在成都，可能就是4000多。那你要、要说四处，那可能就2000多，那就没谱了。这个东西就是。嗯，好。因为什么？他说这个卡巴拉是属于招财的，所以现在咱甭管他是炒作也好，或者说他真是有这个仪轨也好，他有修这种财序法门的。但是这个东西信仰是第一位的，然后是材质、工艺、仪轨。和他的次第，然后才是年份和价格的。你如果没有信仰这个前提，什么拿手里面这玩意儿还吓人呢，对不对？啊，对对啊，所以说这是这个他这玩这个藏传里面的这个意义。你是啥信仰没有拿过来，我想当一收藏品，我劝你买玉、买瓷器、买铜器。嗯，麻烦你看一下这两个，这9年经发，这是新的。然后这北奥34长尾龙也不老那个。你说这个大头也不老，你现在视频里只能这么说，现在视频状态下显示它不老，你知道吧？因为它这个摄像头的效果实在是太差了。摄像头的效果不太清楚吗？对，北洋三十长尾龙，把那边尺翻过来看一下。好的，稍微怼一下胶啊，这看着没什么太多问题啊，就边儿磕了。啊，这个是真的哈。嗯，只能说视频的状态下是真的啊。你说这个视频状态下，这个大头是个不真。也可以说视频状态下东西没有问题。
哦，这个也是没问题的哈。哎，对。好，我知道了。哎，就是这个也有问题啊。你呀，我跟你说，视频状态下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一个 R 点的这个大青山三、这个、啊。这个大青山也没问题啊。视频状态下，您明白这意思吗？我建议您去评级入盒就可以了。这个。哦，你这个要看一下边尺不？要看一下边尺，因为什么？这东西不上手，那隔着屏幕，然后这个镜头又是虚的，我没法给您100%的确定、哦。现在看第一张字口，现在这个也是虚的嘛？哦，这个是真的哈、啊，现在镜头下是真的。对，字口、第一张什么的，我这只能说在镜头里面看没有问题，这东西不像其他的，没法准确的给您确认。啊，好的，好，谢谢你，谢谢你。好，那再看一下这个。这假，这是北洋29，现在看也没有问题，这种的价格都不便宜，现在是。啊，这个这买的早了，主要是。嗯，北洋29现在应该得到多少？6000多、7000了吧？这价格。哦、我们这10年前买的，可能是。10年前。你看一下这个。现在没什么，现在看着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年前了，20年前了。二十年前是哪年啊？13年啊，12年。那会儿北洋当然才2000多块钱。那时候好像没这么贵吧？那会儿34才1000多啊。你看看这个怎么样？什么怎么样？你看这个真假吗？当时买的，现在也不知道。我没跟你说，现在看这批都没有问题。您要说给他想确定一下，或者以后变现，您得给他评一个级。现在不是都认这个、哦？这个也没问题。对。哦，行。好，这个。这江南的甲醇加点儿啊，这也没什么问题，但是磨损大了一点。哦，就是磨损有点大了，没问题。对，甲醇加点还有一板别呢啊。哦，这个板别啥？对，东西也磨干净了，一大磨损那个，这样的衬带经济也是10000块钱。10000块钱？嗯。这个边尺，我你稍微照一下。看不到，真看不到，这边尺太虚了。这真是看不到。哦，那好。哎，麻烦您帮忙给看两个小钱儿。哎，太平通宝，太平通宝这状态没什么问题啊，宋代太平。嗯，再一个是公博的，公博的一般这种东西都不入盒，怎么现在这也入盒了？是，这个是买的时候他已经入了盒了，啊、也就是没管，还评为80分收钱，但这种的小老虎的东西其实入不住没什么意义，这个不值什么钱是吧？对，没有什么价值，几十块钱，差不多啊，因为损失量太大了。对。然后您帮忙看这两套这个钱道家。钱道家这大样吧，这是。您量这个尺寸了吗？您大样情况下2000这样状态的。升总。这个我还没量，我家磊子你看有尺吗？目测现在应该到20了，这个。这个您比一下，因为我确实不太懂。您这状态看着应该是大样的，这个字口也好。就是还应该还真是吧。嗯，你老的肯定没问题。您看一眼啊，我这儿，哎，我这工具实在是不太专业。这我还少一点，对，你看这20加1点吧，这是，那就是一大样，2000块钱啊，2000块钱是吧？对，因为它这个数据它是大样的这个价格，这不是那个。您是说2000块钱这仨对吗？一个乾隆。哦，一个乾隆就值2000啊。对，那两个就值了啊。这些都不值钱是吧？对。啊，就一个乾隆值钱是吧？对，因为这俩都不达标，这两个字口也不达标，然后这个尺寸也不达标。哦，但是我看我不太懂这尺寸，但是这个就其实跟乾隆差不多大，甚至比它大一点。那个乾隆那叫宽圆大样，它字口是清晰的。您看那个道光跟那个嘉庆那字口就不行了。哦，有点模糊是吧？对，铸制工艺也不一样啊。那这几个其实就不用看了是吧？都10几20块钱，对，这老符合这个啊，20-30块钱，嗯。哦，那我这还买的挺值的，我这些一共好像当时花了2000出头吧。哎，那可以啊，你一个就够了，那是。啊，这一个就够2000多了是吧？对，一个就够了。哦，好嘞，这个您觉得还有入盒的这个必要吗？没必要，这种东西入盒还多加钱，你想想，那前两天我就跟你这么说吧。我是找了一块玉，也是那种入盒的这个级别，
然后呢我就去入去了，我就先开始要了100，我说挺便宜的，要100，然后这邮寄过来做一个卡片，嗯嗯，然后估价给我估了一个什么呀，估了一个35000这块玉，收我10%的这个鉴定费。就是太虚高了是吧，这个现在这个鉴定费。就是35000，我原来那本来那个东西没有那么高价，我买的也没那么贵。啊，他故意给你高价格，他为什么他买钱收过来，说白了就是。啊，有点太黑了这个行业是吧。对，所以您去那边鉴定去，这个首先他看演出片就100，然后呢加上那几千块钱的这个入盒费用。那就没意义了，对吧？比这个东西价值还高，因为这样东西就2000块钱。比如说这入这个盒子，他给你收了1500，您最少得卖到4000，那4000谁要啊？对对，哎，王老师，珍珠，这个钻石什么的，您能看吗？哎，那看不了，那找作文了，那些老师。哦，好嘞，好嘞。然后参观参观你这个店铺。好的，好的，好的。看看那天你给我特地，就让我结缘的那位师兄，还带着弓的那个啊。哦哦，我看看是个啥东西，就是戴帽子那位老大。哦，戴帽子那个老大啊，在里面的，在的，一直在的，一直在的啊。是啊，我这 B 站应该还是让看的啊。我您再往前走走没关系。好啊，我跟那个老说那个果子老板那边卖这个嘎嘎是假的是吧？啊，这怎么样啊？你谁要觉得那个嘎嘎假的不如法，然后没有法力，您把这个给去，这个有法力，这上面还带弓的这个，你给他们看看这花纹上篆刻的那些，就是那个如法的那东西。我给看一下。哎，小海，来帮我拿下摄像头。好，稍等啊，我拿下去。这个不是说就是一个这个脑壳啊，那得多吓人呢，这是光一脑壳，你这半夜起了，好再跟你说的话你就麻烦了。没事，稍微有一点卡。好，来了。啊，哦，不卡吧，把那个烟灰缸拿开，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嗯。啊，你看它这个，哎，上面是雕的，哎，没事，稍微，哎，行，那果子老师给你们讲讲啊。嗯，好，最上面雕的是双鱼啊，这个位置是双鱼啊，双鱼宝金轮，然后还有背面是皱纹，然后这个帽子是那种，僧帽啊，僧帽喇嘛帽子，这样子。然后这样都是都在啊，都在的。对，所以说现在就不能有人再说这啥，雕个都在，这嘎嘎是牛的或者怎么样的，啊，这、啊，你通过这个你不能相信说是牛 没牛的，对吧？啊啊，你这当初那会儿这就还有一个故事 对，我让那个果子老师给找一个托巴那个碗啊，那果子老师就给我请了这么一位，我这。算了，我怕到晚上就跟家里再跟我说点话什么的，聊聊天什么的，得了，先寄存在你那儿吧。啊，那个地藏王谁送？地藏王啊，哦，地藏王在啊，那个摁住的地藏王。啊，在那里，你在哪？在他供着去，他供在这里。啊，对，这个是啊，咱得跟人说一下，那个果子老师这边也可以帮你们这边也给做供 啊，就是这个，啊，咱不是搞封建迷信啊，就是你请完了以后，就是供养在这块儿，他替你天天上香。啊，对，咱事先说啊，就这个胡子可以帮你供 啊，那骨灰什么的那咱就不管了，那个啊，那你该找谁找谁去，那个是。来吧，再抽一个奖，给这个果子老师点点关注啊。是在这个月。还怎么着？给我们抽一个柜子。啊。这个行吧，啊，行，这也是佩戴件啊，这你这边都是明码实价的东西，可以，还薅这个行不行啊？这还带一条链，那链子什么是那个不锈钢的？这还是好看的这个啊，对，这还好看的这个是一个撅啊，这个撅头是老的，然后上面那个。摩羯是他这边自己设计的，啊，好吧，还是带，
谢谢王小森的电池。哎，上身效果还是不错的啊。上身效果还是棒的。对，上身效果还是不错的啊。啊。这早上起来差点让我给这个特便宜就给出了。这是不这应该去昨天呀、啊、我跟那哥们聊天的时候就说。我说这是童子喜相，他也没言事儿，反正这东西要的也不贵，我就给要回来了。然后今儿早上有人说看看你昨天收的那个童子喜相，然后这个说给拍个视频吧。我给拍完视频以后，我一看这视频里边怎么这小孩拿了一个铁钩子，就在这块儿呢。他这个，哎呦，这还看不大清楚。啊，不显摆，不显摆，就讲讲故事啊。啊，哎，不行，这还真是打不上去。我看那光，就这么看吧。他这拿了一个什么？拿了一个钩子，就是铁钩。就过去赶象的时候，他拿这钩子，你要象往左边，他就勾这左边这块；往右边勾右边，让这象趴下呢，就直接拿这钩子敲这象脑袋，就挺残忍的。然后脑袋上戴了一个发箍。我说这他妈不是童子喜象，这个我说这不是这个胡人驯象吗？因为这个胡人驯象它是一个挺那个知名的一个题材，就是教科书级的嘛。在咱们这个故宫博物院有这么一件叫胡人驯象，然后是唐代的，就是反映唐代那会儿的生活场景，就是这个贵族啊或者说王宫一类的，他们有这个看驯象表演，然后一直以为大象是一个瑞兽。这如果是童子喜象这东西它就不值钱，你知道吗？要是胡人驯象呢，它价值就高了。这差点让我今天早上就给撒出去。我一看，不是昨天那个说的那题材，我干脆得了，别卖了，拿回来吧。这一件，然后谁刚才说《孽海记》那个啊，《孽海记》那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因为我不卖货，你知道吧？就特喜欢玩儿。这个不是因为孽海记，估计也没人要。这个啊，这是一个尼姑，这是一个僧人啊。僧人戴着一个帽子，两边这个开脸的还有，是不是有点这个糊？我这也没有卡死，你知道。然后开脸还特生动，哎，乐呵呵的。然后背后呢这块是随柳做了一个这个老提油，拿那鱼腥那个红星草和那个脑粉，然后直接这个过火做提油，石子料的这个质地就是奶白色。雕的非常的生动啊，他这题材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明代晚期嘉靖年间出了一个特著名的昆曲叫《孽海记》，它主要分这个南曲，南曲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尼姑思凡啊，就是咱们说那陈凯歌那电影里边不有一个尼姑思凡那一段吗？北曲叫什么《僧家记》，它给合到一块的叫什么呀？这叫《孽海记》。就说这尼姑和这个僧人俩人不守戒律下山结婚生子过日子这么一个故事，后来社会影响啊太乱了呢，这人又写了一个序，就俩人到阴曹地府受这个各种酷刑，就是说这不守这个人不守戒律这样啊。然后这孽海记的这个同时的时期呢，再往后延续还出了一个人，就大家特熟悉的叫兰陵笑笑生，里面写了一个就是咱们现在也是说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一本书吧，叫《金瓶梅》，就反映出明末的时候人的开放程度啊，和这些这个才子佳人的他这个文学这个角度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题材不好找啊，哎，然后其他就没啥了。这上午一翻，我都是翻出一元袋来了。那这个就是厚，这个啊，那个儿也大啊，这典型的一元袋子。白料青白料牛毛纹卷云纹，然后下驼啊，它这块是什么呢？就是走这个宽驼，一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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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着，它给接上的，它不是一下这个走这个阴刻线下来的，这样打光阴刻线里是满沙痕。这个前面雕的是两条龙，这是一条元代的遗风，跟明代一样就大明，然后这是一条小的龙头在这块，这就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苍龙教子这么一个意思。然后做了一个这个浮雕，这壁挺厚的，等下回给你找一汉代的看一下。这就是一玩性的东西，这就是傻价格，没啥意思，就是什么说白了就是贵，没什么新鲜的。然后
吃笼子还有这种的，这种是提油的，这是一个青料的，上面是满这个鲫鱼纹，一个石纹。得，先干活，不讲了。我接着说啊，他这拿了一个什么？拿了一个钩子，就是铁钩。就过去赶象的时候，他拿这钩子，你要象往左边，他就勾这左边这块；往右边勾右边，让这象趴下呢，就直接拿这钩子敲这象脑袋，就挺残忍的。然后脑袋上戴了一个发箍。我说这他妈不是童子喜象，这个我说这不是这个胡人驯象吗？因为这个胡人驯象它是一个挺那个知名的一个题材，就是教科书级的嘛。在咱们这个故宫博物院有这么一件叫胡人驯象，然后是唐代的，就是反映唐代那会儿的生活场景，就是这个贵族啊或者说王宫一类的，他们有这个看驯象表演，然后一直以为大象是一个瑞兽。这如果是童子喜象，这东西它就不值钱，你知道吗？要是胡人驯象呢，它价值就高了。那差点让我今天早上就给撒出去。我一看，不是昨天那个说的那题材，我干脆得了，别卖了，拿回来吧。这一件，然后谁刚才说《孽海记》那个啊？《孽海记》那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因为我不卖货，你知道吧？就特喜欢玩儿。这个不是因为孽海记，估计也没人要。这个啊，这是一个尼姑，这是一个僧人啊。僧人戴着一个帽子，两边这个开脸的还有，是不是有点这个糊？我这也没有卡死，你知道。然后开脸还特生动，哎，乐呵呵的。然后背后呢这块是随柳做了一个这个老提油，拿那鱼腥那个红星草和那个脑粉，然后直接这个过火做提油，石子料的这个质地就是奶白色。雕的非常的生动啊，他这题材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明代晚期嘉靖年间出了一个特著名的昆曲叫《孽海记》，它主要分这个南曲，南曲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尼姑思凡啊，就是咱们说那陈凯歌那电影里边不有一个尼姑思凡那一段吗？北曲叫什么《僧家记》，它给合到一块的叫什么呀？这叫《孽海记》。就说这尼姑和这个僧人俩人不守戒律下山结婚生子过日子这么一个故事，后来社会影响啊太乱了呢，这人又写了一个序，就俩人到阴曹地府受这个各种酷刑，就是说这不守这个人不守戒律这样啊。然后这孽海记的这个同时的时期呢，再往后延续还出了一个人，就大家特熟悉的叫兰陵笑笑生，里面写了一个就是咱们现在也是说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一本书吧，叫《金瓶梅》，就反映出明末的时候人的开放程度啊，和这些这个才子佳人的他这个文学这个角度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题材不好找啊，然后其他就没啥了，其他的就没有什么故事了，那就是傻白甜了，就是，然后那天那个柚子还说喜欢看螭龙纹的这种的，其实螭龙纹它历朝历代都有，今天上午一翻我都是翻出一元代来了，那这个就是厚，这个啊那个儿也大是吧，这典型的一元代的白料青白料牛毛纹卷云纹，然后下驼啊，它这块是什么，就是走这个宽驼，一驼这么着，它给接上的，它不是一下这个走这个阴刻线下来的，这样打光阴刻线里是满沙痕。这个前面雕的是两条龙，这是一条元代的遗风，跟明代一样，就苏大明，然后这儿是一条小的，龙头在这块，这就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苍龙教子这么一个意思。然后做了一个这个浮雕，这壁挺厚的，等下回给你找一汉代的看一下。这就是一玩性的东西，这就是傻价格，也没啥意思，就是什么，说白了就是贵，没什么新鲜的。然后吃龙的还有这种的，这种是提油的，这是一个青料的，上面是满这个鲫鱼纹，一个石纹。得，先干活，不讲了。来接着说这明代的，这是提油的，这是还是过火提油，这个它是什么呀，鲫鱼的，这个你看浅浮雕的一个鲫鱼，然后一个男着的，这我戴着正合适。然后就什么，他这边也是螭龙纹啊，找龙脑袋。
啊，这样了，你看，这龙头在这块儿，这是龙身子，看没有？一直延续过来，延续过来，做一个浅浮雕，一直过来，然后到这块儿，哎，停了，他脑袋在，哎，脑袋呢？是这他妈头脑袋怎么没了？这儿，哎，等会儿啊，这玩线了，这龙脑袋呢？啊，这儿有，啊，脑袋在这块儿呢啊啊，两个龙的眼睛，看见了吧？啊，那这都吓我一跳，这，哎，这个弓还行，但是这东西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戴着正合适，这。难着的，这是一个，这就玩儿，因为什么？你玩这个老玉，就玩一个味道。你要玩那种傻白甜的，你这昨天这收的傻白甜的，这是。哎，这树妖搬着，这是乾隆造搬处的啊。我这纹饰看不清就算了，这应该能看清楚一点吧？这么着看也行。啊，哎。这离远点，这纹饰上什么呀？它是四条龙结在一块儿，然后这叫什么？这叫是这个交结四方，啊，四方有龙的意思。一共是四组，十六条龙，然后精工精料，上面天地全都是回纹，然后底下是简底。这束腰的时候下斜托，一托下来，一托下来，精托模，然后以后起着简浮雕，做了四个这个精工的，一个这个四个螭龙，然后这个取意就是结交四方这么一个意思。精工精料的这种的就属于傻白甜了，这个就没啥意思了。啊，这也是，这就是傻白甜的里面代表。乾隆宫的一个这个松下童子啊，然后这是高浮雕满宫的一个，这典型的一个四六牌，但是视频里看着效果不这样。这就没什么可说的，就是一官道的牌子这个。哎。下回我多拿几件得了，下回要是讲这个，这就没什么看头了，这就是玩一玻璃光，这个这傻子货，这属于是青白料的啊，这稍微有点放黄玉种的那种的，这就是一明代的喝水的杯子，这个这是梵文寿字的，然后底下是一个黄花梨的原配的底托啊，这有什么可看的，这个这种东西它就名件的东西，你这拍卖会上经常有，国内可能少一点，国外多，没什么玩性在里头。玩玉啊，你要玩傻白甜，趁早就玩新玉去，别玩老玉，你知道吗？你要没有什么这个味道价，玩这个新玉就行了，玩老玉没劲吧。黄花梨和花梨是一个东西吧？这不是一东西，黄花梨是黄花梨，花梨是一种的树，这是木种，那是。这就没意思了，这个没什么讲头，主要是啊，看玻璃光倒是行，这个一帆风顺，这弓还糙点儿。那底下这典型，这江苏的这个，这哪儿江苏？湖南文物的一个签儿，带着这个啊，傻开门的这么一玩意儿，这一帆风顺一条船，这都没托呢，这个都，这就没什么讲头了，这个。这种就一摆件圆雕工的，这种的，其实我就跟你们说，像这样东西买不买无所谓，便宜就行，你几千块钱买就买了，这行价名价的东西，这都是徒弟雕，它不一定。这种它有的时候它追求的是，它不是说追求那种精工细料的那种感觉，它追求的另一种感觉。你比如像，你像这种的这个钢板料的这种刘海儿。这种题材它其实也是一般，那就是玩一个这个乐趣嘛。你看，刘海这个哎开脸儿，然后戴两个耳环，中间是袒胸露背，这个金蝉在哪儿？在这儿呢，在这块呢，后面拿一搂钱的一个小扫把，然后这个是铜绿沁，从这块沁进去的，这是沁门，这是过灯无结构钢板料，这属于是，你操，这垫面呢？这一点结构都没有，就看不到玉里面那个反映出来那些瑕疵什么的。这就属于怎么还打着呼噜了？这，哎呀，
关键你玩老玉，它有一个年份在那边摆着呢。老玉不是说清晚期那叫老玉啊，老玉起步就是清中，至少就是乾隆晚。其他的这都不行，那个这种的就是踢油的玻璃光了。这个，这是过去的带扣，这是关灶的。这个它踢油是从那边走这个石纹这块，拿那个红星草和这个脑粉，然后搁里面加热煮。煮完了过火，这边是牛毛纹，那这种的就是石纹上的牛毛纹，但里面带点红沁。那这是什么？这是这样的啊，一个扣子，这是。这种东西。还有一个，昨天那个收了一个这个辅币，辅币其实也是一个，这种的带扣啊，都是从那个唐代开始有的，到明代就没了。它就这么一段时期，然后这个它一般有这汇点吧，就是二四六八，对吧？六方八辅币，然后这个四元六圣陶两叉尾，就是按这么一个这个规格这个形制出来的。然后这辅币呢，就是说过去什么意思？皇上就是叫紫微星嘛，紫微星的左辅右币，它是按这么一个过来，中间是一个方正。方正两边，然后这个是两个这个竖的，就是叫辅币。提油其实在这个清代有一种提油叫琥珀烫，拿琥珀提出来的，它是宫廷的用这个技艺，那现在也是这个失传了。清代朝珠用的啥的？朝珠它原来是按照佛珠的这个仪轨过来的。然后后面是背云，他为什么说带着朝珠啊？过去不是说大臣双手捧朝珠低头看二女吗？他是有这么一个尊严，就是你不能说好啊或者怎么样的，这弄得这珠子洒的吧唧的，那就没有了。他就是迈着四方步啊，怎么样？就过去为什么人佩玉啊？他就说时时刻刻提醒你叫君子佩玉，小人玩刀。当然刀我也玩了，刀我也玩。这玉就是什么？你身上带着一块玉，就避免跟很多人有一些冲突，对吧？比如说你这个带着这些玉什么的，你说你过去跟人这个打一场架或者怎么样的，他可能这玉就碎了。就是拿这东西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让自己保持一个这个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平和的这么一个状态啊。这君子嘛，正人君子，温文尔雅，特别谦和嘛，就说是。点刀啊，其实刀，中国刀的古刀就是一般现在咱们存世的就是牛尾、戚家、关灶这几种。然后我原来玩的都是日本刀，就是二战的那一批，那三菱的小仓啊，这个 98K 啊，然后这个9598、32甲、32乙、夏奇克，这个莫辛纳甘，基本上都是这些，包括一些这美国的 M1、德国的那些。这些刀都是，啊 ，98K 那就是德国索林根的那边产的。98K 不是好刀 ，98K 那都跟屠夫比屠夫的级别差多了。玩军刀，你小仓的那个军刀，我原来都有多少把？二百多把吧，那会儿。我们后来这派出所让我给交了，没交。我说我收藏的，然后那个公安部发了一条文嘛，就说这可以收藏，不允许携带，不允许私下转那个买卖。大银锭到底美在哪儿？它一般就是名文字口，因为那东西稀缺，你看过去那银子一般情况下改朝换代就往回收了，然后重新再铸制，所以保存下来的也不多啊。哎，麻烦您帮我看一下这个，这辽珠，这是一个红蒿的橄榄珠。